骑摩托车的抢包歹徒时挺身而出，用自行车砸倒歹徒，并与群众一起将其制服。有网友称他是今年中国最纯的爷们儿。老三向这批战友致敬。抓小偷，踩我车了吧？我在抓小偷。抓小偷，踩我车干嘛？这么宽的马路，干嘛要踩我的车抓小偷？你看你把我车给踩的，你看这大小印子都变形了。抓小偷有警察呢，你别蒙我了，你们这俩小偷。他是小偷，我不是。我看你就像老三，他砸了我的车，
偷了我的包是吗？嗯。你别跑，你得赔我车。我赔。下午工作时间，到操场集合。脑袋的伤不容易好，我有经验。其实，在外地培训这段时间，还挺想你的。你呢？老三，咱俩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不一定。哎，对了，过两天你跟我哥见个面聊聊吧。我上次在公安局跟他聊过了。你不怕坏人，你还怕警察啊？不一定。韩队，哎，韩队，你看咱都这样，你踢球，还赌球，你不输谁输啊？参加过多起绑架抢劫，这小子有点身手。他以前是散打冠军，有很强的反侦查力。今天凌晨越狱，黑勇父母双亡，唯一的弟弟在去年银行抢劫案中受伤，现在是植物人。这家伙很难对付。韩队，两年前的事儿没忘吧？黑勇啊，肯定不敢回来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有咱韩队在这呢。你说呢？他可是你的老对手。
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，什么意思？真正的爱情就要来了。不对啊，昨晚上没有多大的风浪，你们的船怎么会沉了呢？小伙子，我怎么看你不像是渔民啊？你住在哪条街啊？